我出门了。啊？晚上回来吃饭吗？不回来吃了，我今天跟海阔在家自己弄。啊？你要去海阔家找海阔啊？嗯。哦，那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衣服跟你一起去。不，你跟我去干嘛？哎，不是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很危险的。啊，不是第一次去了。啊？你之前有去过？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问你哦，啊，我跟我男朋友去约会，你老公跟着是不是很奇怪？不是很奇怪，是超级奇怪。这么姐，你跟人咧斗什么脑袋啦？人咧少年人汤干蜜甜哈，你是咧做什么电话叫啊叫啊叫啊？不是啊，我是怕可可吃亏吗？亏会啊，他会懂得保护自己的。嗯、啊，那讲了较早哈，等咧爬外的时阵，叫我去领导，你爸妈都还在。哈、啊，你就叫我去房间，我要看什么日本的袋子，哦、然后有那个好啊，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讲了，好。我可以不跟啊，不过可可，我要跟你约法三章。嗯？啊？这么多？嗯，我爸说的约法三章是有三张条约，这只是其中的一张，所以还有两张。嗯，他正在演你当中。那至少可以牵手吧？我帮你看看哦。嗯。哦，可以偶尔牵牵手。偶尔。牵牵手，牵手 OK。你会不会觉得跟我谈恋爱很麻烦？怎么会这样问？因为我爸呢，就会想出这种奇怪的招式来限制我。不会啊，能被你爸敌是我的荣幸。怎么听起来有点被虐倾向？